等到家庭保姆朱莉赶来，希瑟便乘坐专车前往电视台。节目现场来了很多影迷，其中不乏弗莱迪的忠实粉丝。主持人问希瑟，猛鬼街什么时候拍续集，你会不会继续出演？希瑟表示，现在他以家庭为重，暂时不会复出拍电影。令希瑟没想到的是，节目组竟然特意为他安排了惊喜，饰演弗莱迪的男演员